这个片你看得出来吗？一个个的。那你看一下其他书，看那个其他书。主持人说有请兄弟姐妹团闪亮登场，那我们就上去，然后八字形这样子站开来。 然后就是说站开来完之后呢，到时候新郎会从上面下来，就是说接新娘，然后你们再从两边下去就好了。然后他前面就是那个婚庆公司跟我们这样子交代嘛。这个，好，升嘛，好，升一下，升一下，升。这个样子他应该是新郎可能故意安排，不给新郎知道，新娘知道也不给全家人知道这个事情。家是吧？是啊，因为不给嘉宾知道，因为他我们这个呢，是放下去下面是看不到的嘛。 看不到了，就如果上去以后，他这个他就会有一种神秘感，突然就冒起来了嘞，哎，是这样一个事。两回，两回，两回，两回。啊，这个男的过来，过来这边。你上来没？哎呀，抬脖子，抬脖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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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脖
销售经理吧，类似这样子的，叫做邵长青的，他把我带下去。因为婚庆那边的话也是安排，我就跟着酒店的工作人员就 OK 了啊，他会把我带到我要出场的位置。原本是新郎是要从舞台后面那个幕布那里出来的，然后呢就是那个婚庆公司那个人拿着捧花去幕布后面找新郎，然后酒店的工作人员就说，哦，新郎现在不在这里，他在舞台下面那个酱板那里。然后那个婚庆公司的人才知道，哦，改变的流程。然后呢新郎的话也是在婚礼开始前几分钟，然后那个酒店的人就跟他说，新郎你跟我走，你跟我走，我带你去，就待会婚礼要开始了，我带你过去。公司呢就在这个事情上早期呢是垫付了30000块钱的这个医疗费，后面又补交了5000的医疗费，使这个人呢就能够得到及时正常的一个救治。这是我们先不分责任，先就是说以救人为主的原则，这是公司。那你看一下其他书，看那个什么，那个要么你就是他那个天空的。